我跟你们说，越听话的人越容易生病，因为过度听话的人其实你就是在压抑自己的感受啊。这种长期的压抑很容易压垮一个人的。如果说你有兴趣，你了解一下什么叫抑郁症，每一个抑郁症都是听话的，过度听话。听话的人是什么特征啊？我跟你们说，永远他都只会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在乎别人的想法，压抑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想法。即使你看他表面上很开心很坚强，但是他真正的自己没有得以被看见。你们说什么样的人才会这么听话呀？我告诉你，第一，父母给过压迫或者是恐惧式教育的人。比如说你不听话，那你就是不懂事，你就是叛逆，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怎么惩罚你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掌控你的某些行为？我跟你说，因为你的某些行为让他感觉到不安了呀，对吧？你可以说他是爱你，你可以说他是担心你。为什么会爱你和担心你啊？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行为他认为不好啊，所以他想通过这种对你的行为的调整让自己心安，成为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人。但是他没有干嘛？他是不是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回头想，你的感受是不是被他给吞噬了呀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经常要求听话的人他是什么状态啊？就是我要去满足别人，我要去满足他，否则我就是不好的，否则我就是不孝顺的，否则我就是不善良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的自我也被吞噬。所以他们就会在成年之后受到这种恐惧的自我保护，用听话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和惩罚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没有把真实的自我呈现出来呀。那你想，一个整天都戴着这种面具生活的人，一个整天都在委曲求全的人，他累不累呀？他当然很累。那么所以他每天的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那他的内耗就会很大呀，对吧？他消耗这么大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疾病啊，他就会产生问题啊。所以我个人建议，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听话的人，你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：人活着是为了快乐，对吧？但是我一直这么听话，我快乐。那当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，你可能会产生勇气，对外界的这种自己不认同或者是不适合的命令做出一些对抗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找到自己的自信。